演出《流星花园》爆红的艺人朱孝天，近年来他的事业重心移往到中国大陆，然不少网友关注的不是他的表现，而是他的身材。发现朱孝天多次忽胖忽瘦，对此呢，日前他现身商演的时候，还有粉丝发现他发福了，双下巴也跑出来。对此，朱孝天在微博上发文回应，他在微博上转发去年自己得到纤维肌痛症的文章，写到因为天气冷加上吃药，所以身材又肿了，本来不想露面，但是碍于合约的义务必须要履行，也大喊自己身材好的时候没有人在乎，身材肿了却被唾弃。这文章内容看起来他显得相当的无奈。